买了两个榴莲，今天也跟个风。这个是六斤的，我们这是24.8一斤，我看别人都是19-20啊，我们这也不便宜啊。这个花了160，先拆开看值不值。肉还挺大的呀，还有一房。一共是5房。这一共花了160，看看值不值。你们那边都是多少钱？来一个大的。太甜了。榴莲是真好吃啊。